其实他从小跟我们长大，我们从小就是他小时候，就是他妈妈在喂的时候，我就坐在旁边做记录观察的那个。他其实从小跟我们长大，他跟我们玩，他其实非常的喜欢我们。但问题是，他不知道他的行为会对我们造成。都没有在管他小孩，也想这样，他这样调整面条的，他就讲得到那边去。妈妈会照顾。